半夜改装车一辆接着一辆，大马路上拉转油门。而且不止汽车，接着大批改装机车也在路上蛇行，排气管跟引擎声震耳欲聋。刺耳的噪音吵到住户们实在睡不着觉，拿起手机拍下，有够无奈。警方货包直接在马路中间拦截，挡住飙车族，也祭出口袋战术，将人车团团包围。7号凌晨3点多，这群飙车族在观音区台61线路上群聚。警方的口袋战术就是把飙车族逼到路口，无路可退，再下车拦查取缔，也运用警车前后包夹，让飙车族困在中间。一共拦查超过50辆汽机车，取缔24项违规。盘点桃园市大园区、观音区常出现飙车族的3个热点，分别在台61线、台15线以及台66线。这几条路宽广又笔直，所以飙车族常来聚众竞速，更让附近居民不堪其扰。警方将持续执行防治危险驾车勤务，强力取缔不法行为，呼吁民众不要有禁止禁速等违规行为。飙车族半夜禁速，不但扰乱社区安宁，影响住户休息，更危害行车的用路安全。华视新闻吴权、张权桃园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尹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